看，树屋应该就是懒懒说的森茂猴村了。啊！我的机械臂有救了！嗨！救命啊！慌什么？我抓住你的衣服！哇，又方便又好玩。这个工具看上去很高科技的样子，据我推断应该是指甲刀。森茂族果然是工具专家。欢迎远方的客人，我们的产品味道鲜美，不会受潮，永不变质。手里又在吹牛了。永远是不可能的，但十年绝对没问题。我们的强力干燥剂是用神秘矿石制作的。差点泄露了商业机密，请问你们是要买坚果还是其他果脯啊？干燥剂。我的背包受潮了，里面的机械坏了。机械干燥剂是我们的机密，不卖不卖。猫猫首领，那批坚果什么时候交货？考拉老板，速度很快了，大家都拼命砸着呢。还用手砸，太慢了。这还怎么加快？这还怎么改进呢？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砸坚果的，达不到考拉老板的要求，他不再买我们的货，那坚果可就都烂在树上了。卡卡，你想个办法帮帮他们。我有办法了，茂茂首领，可以用水力来砸坚果呀，又省力又快。真是个好办法，我们还可以加点别的设计。完美的坚果生产流水线，又快又好。我们顺便印了银河盗猎团的传单，他们四处干坏事，你们要小心。有这回事吗？我们从没有听说过啊。茂茂首领，我的订单。
这简直就是魔术。哎，小心！我要再加两吨坚果。啊、这就是机械用干燥剂，这一小包就能瞬间吸干一条河。啊？那是不可能的，但是解决你的背包问题绝对保证。这是我亲手砸的坚果，我也是。快把干燥剂交出来！把各种美容化妆品也交出来！他们几个就是银河盗猎团。真的出现了！快跑！队长，你说的对，他们果然来僧帽猴村了。不知道这里能不能做化妆机、美容机、减肥机呢？关键时候能不能认真点儿？先抓住他们做干燥剂，让武器恢复正常。我们投降，这包榴莲干给你们，这包坚果给你们，这本暑假作业也给你们。你们耍我吗？快交出机械干燥剂！哼，看来他们的武器也受潮了。救人要紧，就用干燥剂引开他们。嗯。嗨，盗猎团，你们要的干燥剂在我这里。追，给我抢过来！和。嘿。在我这儿。队长，干燥剂是僧帽猴做的，不如我们别浪费时间，快追！哎呀！队长，我们可以先回猴村。不，一定要先抢到他们的干燥剂。哎，队长，干燥剂让那些猴子再做就行了。对呀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明明说了三次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不好，他们又回猴村了，怎么办？猴村有危险。琪琪，我有一个大胆的计划。那还等什么？现在立刻马上，我们走近路。影子都没一个，都躲哪儿去了？那有一个，站住！盯上他！你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呀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要开工了！中计了，快跑！
水就被吸出来了。为什么又失败了？为什么？啊！我的脸和头发和衣服全毁了。好饿，幸好我顺手拿了几袋坚果。这是干燥剂。虽然只是食品干燥剂，但也勉强能用。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